Someday, when I'm awfully low, when the world is cold, I will feel a glow. Hey, 我回来了。这次的巴黎行就这样开始了，然后现在我们到酒店差不多8点，然后我们8点半出发，9点去试听，然后明天就可以休息。我们刚刚本来想说下飞机还要先去买，我吃一个巧克力的，酒店送的马卡龙。Car 怎么说？车子呢 ？Back to car。你在问我啊？姐姐 ，Sister。谢谢。Maxi 不过。对了。你要吃 chocolate？ 本日常单是我。嗯。然后我要吃沙发沙，我没有很喜欢吃马卡，我也没有很喜欢吃马卡龙，平常不会吃啊，像那很甜，我这个吧，这个应该是焦糖口味的，我巧克力已经没有那么甜了，这感觉是柠檬吧，然后这个感觉是你是有巧克力吗？嗯，够吧，这是什么？我这个很脆，是巧克力没有很脆，嗯嗯，这什么口味？应该是。加哈麦了，但这个很齁甜，这有没有？没有，这是牛奶的吧？嗯嗯嗯，香草，这个叫 Fungus Strawberry， 不是。收到我的这个邀请函。他每次这个手写字都很漂亮。有，我刚刚已经给他特写了。好像是一个小包包，哦，很 cute， 好可爱哦。见一个，很久没见。等一下，有两个朋友。哎。好温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有大概5-6年没有见。嗨 ，Hello morning vlog， 我，Good morning。My vlog, my baby, my car. 然后我们准备吃早餐，雪芙姐姐。嗯。I actually want shashuka. 小舒卡就是像那个番茄，然后有蛋，然后里面好吃。Literally. But like you already.So good in classical。吃早餐了，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逛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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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街。我们准备先去一个百货，百货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去马黑区走走，因为我这次想要多逛一点。Vintage， 看到我的小豆了吗？你看，我们今天都是毛毛，毛毛，毛毛。出发 shopping。Let's go.Shopping day! Hi! Bonjour! 商场，然后等一下再去逛一些小店。昨天因为那个雪芙姐姐来的时候，然后她带了一盒马卡龙，然后我时差4点半起来，我在客厅，然后想说刷一下视频，因为我怕吵到我姐，然后我就把那个马卡龙拿来吃了，吃了两个，没有关系，因为我才发现上面有写这个，来不及，有写我的名字，但写的是欧芬。欧曼，啊，这个我用也可以。嗯，对啊，你用也可以。这个必定不行。对啊，我们一到巴黎，然后就是整个天气就变得特别好，前几天都在下雨，所以真的很幸运。今天这个阳光真的很好。简洁。天气超好。Hello， 妍妍，熟悉的巴黎朋友，你好。我们现在在咖啡厅，然后准备点一个喝的，然后准备跟弟弟连线直播。
这是我们的逛街组，请问两位？我看一下，逛的第二家店 ，Hi guys， 张导领我们介绍一下。Hello，welcome to my blog. We are heading to Macy. 这家店好可爱，这家店超可爱，它还有自己的帆布袋。看它这些小东西都超级可爱，我喜欢这个小。Running to my fittings. 巴黎太塞了，所以我们走得更跑得更快。刚刚去最后 fitting 完，然后回酒店了。他们其他人去吃饭，然后有点累，所以我就先回来了。我准备点一个 room service， 然后洗漱一下，因为明天就要工作，我就想要早一点休息。我先点个晚餐。Good morning， 今天有点阴天好像。Good morning， 这就是我早上起床的样子。可以看到我的痘吗？我这里有一点屏障受损，可以看得出来，我这儿红的一块，然后一个两个，这是到巴黎新长的，很红肿的一个痘。我现在准备洗漱一下，因为昨天我8:30就睡了，睡到现在，当然半夜起来了一会儿，反正我准备洗漱一下吃早餐。Breakfast time, let's go. Good morning, beautiful. Hi. 我发现好像这个巧克力更多，就是它这个到中间才有巧克力。可是你就是要吃它脆脆的。刚刚妮妮说法文很 sexy， 我们让她，因为我没有水，我让她帮我说。De l'eau s'il vous plaît. De l'eau. Je peux changer le table parce que oui, 1, 2, 3, 4, 5 J'arrive tout de suite, je vais voir ça. Merci. Oui. Oh, mais c'est Ouli, là. On s'en va. Oui, on voit, il est bien dans la vie.我来看一下我的照。现在是10:30左右，然后准备下楼跑个步，穿了一个可爱的小球鞋。我这个面膜感觉不躺着它就会滑下来。那你现在就这样子？点了一些中午餐，但我偷吃一点，是点给新年他们吃。确实掉了。We stop for a while, he gives me a smile. I snuggle my head to his chest.我们要出发了。Bring my little bag with me， 然后还有个小支架，走。我们到秀场了，然后今天的装置很特别，我的 vlog， 然后人很多，我碰到了 Stranger Things 的女主 Millie Bobby Brown， 然后还有Kate Blanch， 很多人。It's the Apple party.
fresh. And it's a style, it's completely physical. She on the man, that's how you get it, is it? You better get it really. Hi, 今天是你姐姐过生日。我们准备加这个法餐。卖了一些电话。Hello, Happy Birthday girl. 特别遥远的有一个。我们上菜了。Do you want me to put this now? Yes. 这个也。这个是我们好可爱，我最喜欢吃的这种是酥皮的，因为有一些都是那种放上面放 cheese， 然后这个是呱呱牛。哦，然后这个是鹅肝。有哎，有厚。没有，你要把它咬。这是这样子。好吃啊，它那个热热的烤我的背上的，哎呦好亮啊。我们现在去哪里？去 La to Heaven。 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是法文啊，有分 La 跟 La 嘛， La 就是女生， La 就是男生， La baguette， 然后他就一直在，刚刚我就说是Yes, I know a baguette. 然后啦就是女生，嘞就是男生，然后他们就是有分男生女生，就比如桌子啊什么都有分男生女生。所以拉菲尔铁塔是。然后我就跟他说 Le Tout Café， 他说不是 Le Tout Café， 是 La Tout Café， 所以埃菲尔铁塔是女生。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到底要去干嘛？女生的 Tout Café， 去拍我的生日铁塔照。对，因为刚本来是餐厅庆生，就是餐厅说蛋糕不可以放在上面，所以现在我们就想说，那干脆就去漂亮的地方庆祝生日，这样。OK， 小心东西被偷，各位，好吗？好，危险，好，包准备好，没错。姐姐现在看到这个人，他有这个本路。OK， one just me and together. No, just one her. 我不要，不要，给你，好爽。别表现好一点，你是女明星。表情管理，不要这样子，放上去，这样。姐姐，不要这样上去。他在教他怎么摆姿势。Can I have half? Just half. 我们现在在拍照照，然后等一下准备吃蛋糕了。因为真的很搞笑，前面拍红气球，然后这里是拍360，然后轩就拍完销售之后，我来工作就是加他们的 WhatsApp， 然后让他们来帮我拍物料。